沙漠借那一根曲线，风间披风为你御寒。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去。想问姻缘界那一根红线，生脉生命血脉相连。用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绵。从十岁上把银簪插在太阳上面，弯刀光芒碰
情的擁抱，一雙雙充滿喜悦的眼睛，久別重逢的喜悦將今晚的現場帶到歡樂的海洋。有你們的參與，才有今晚的重遇，有你們的支持，才有今晚的盛會。萬花感謝你們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來參加今晚這個聚會，尤其是有些校友不辭勞苦，不遠萬里，從其他國家和地區趕赴今晚的盛會。在此我們代表紐約初中中學同學會對你們致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激，並致以崇高的敬意。紐約初中中學同學會2014情同更酬年歡晚會現在開始。我們紐約初中中學同學會成立了已經整整5年，話長不長，話短不短，你們是不是？沒錯，在這5年間一路走來都要鼓勵大家共同的努力，所以我們今天有了今天的成就。沒錯了，一步一腳印咁才有今晚這個成績，希望將來繼續發揚光大，繼續做好我們中央中學同學會的會務。現在有請我們現任會長李凌聰為我們致歡迎詞。校友的文化生活
兵連結堅三門，共同開創更加美好的明天。金秋八月，情意濃濃，在歌在舞，把酒紅杯。祝願調解平和安定，祝願兄弟校友會興旺發達，恩恩兩榮。祝願我哋武校全體的師生身體健康，學業進步，成績驕人。祝願我哋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和樂，福壽康寧。多謝大家。下边由李翠贤副队长同我哋读出来自我哋嘅母校中欧中华嘅贺年。Thank you。尊敬的李凌聪会长、老友中欧中学各位校友，情浓今秋相聚今风流，欢歌笑语聚同窗情。因闻老友中欧中学同学会举行今秋盛会，王子廉校长为冲捞中学团体师生向老友冲捞中学同学会及各位校友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老友冲捞中学同学会会务昌隆，祝海内外校友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岁月流金，春秋五载。回顾老友冲捞中学同学会的发展历史，令人感动，催人奋进。老友冲捞中学同学会历任会长及海内外校友身为母校，为母校的发展建言献策，出钱出力，对母校的建设而发展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这一直都是我们坚定前行的动力。我们相信在海内外校友的鼎力支持下，冲捞中学将会越办越好。我们也坚信老友冲捞中学同学会全体职员在李凌聪会长的带领下，会务兴隆，各项事业更上一层楼，中海外校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台山市冲捞中学2014年8月9日，凡有其他单位及个人发给我会的贺电，有冲捞侨联社、侨刊社、文学社、李慧畅老师、李振旺老师都发来了贺电，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未能逐一细读，但是你们的心情厚意我们将永记心中。多谢你们母校老师和侨联社、侨刊社。 Thank you。 好，跟着下来会长等，台山海思美东校友会陈丽娴会长，台中美东校友会伍俊山会长，台山桥中美东校友会雷仪会长，台山培英中学美东校友会关东桥会长，台山燕苑中学美东校友会陈伟祥会长，台山四九中学美东校友会梁海怡会长，台山康和中学美东校友会李东河会长。
会长，港大中学美东校友会陈锦科会长，月华中学美东校友会会长，台山体校美东校友联谊会和少领会长，津安台山校友会美东分会庄若忠会长，台山初三同乡会五号初总共办邓耀飞主席，柳荫台山联谊会宜高山会长，晓阳台山总商会容艺辉会长，台山都市报海外版柳荫办事处马华星主任，柳荫捐款网友会梅芬荣委员长同埋团长宜志康兄弟，跟住落嚟嘅破奶，赵算明破奶，伍长寿破奶，殷锦荣先生，白日伦先生，由于今晚出席嘉宾众多，下面啊一一介绍。每人一一细讲，如果有读漏嘅，我哋自然问翻嘅主持。Thank you， 多谢大家。我一次出席今晚嘅嘉宾，多谢今晚嘉宾。校友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日柳荫涌鸥中学同学会在这里举行2014融前金秋联欢晚会，得到各兄弟校友会社团领袖及友好人士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亲临祝贺，并送来花篮、贺椅、贺礼，此今日的晚会添色新辉，赞光不少，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在此特别感谢不少从加拿大惠州来的老师和校友们，在此我代表涌鸥中学同学会向你们致以竭力的欢迎。刘雅丽同学带领全体职员无私奉献，默默耕耘，为我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我代表全体校友向前两届会长及热爱同学会发展的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一个如此盛大的晚会，得到全体热心的校友。第二首是大中国，好，大家一边
见你，感觉是心痛相助的奇迹。仲係有啲聲音。
现在你是否记得我？感谢。
文，男子独唱一世情缘，一世情缘，一首拉动三年打开心扉的情歌，今晚是否会令你往事回忆？冇错啦，有请情歌王子伍少文，我请掌声。Thank you.
经在度紧用紧，不如我哋而家又请我哋纽约冲拉中学同学会会长顾问建前会长们，同埋所有嘅班子同学们都前台嚟，为我哋嘅贵宾老师同学校友们敬酒仪式，好唔好？好。为咗感谢今日嘅出席嘅所有嘅嘉宾，同埋校友。咁樣邀請我哋嘅呢間中學學會嘅班子成員上嚟為大家敬酒。第一杯，為我哋嘅同學情、師生情、兄弟校友會友誼情長存而乾杯！乾杯！第二杯。小苹果，掌声鼓励，掌声有请。知道你关心，你让我每个灵魂都变得有意义。
聽唔聽廣東嘅歌咧？係啊，係我哋自己廣東嘅原曲。係啦，下面係由我哋同學李奕夫為我哋男聲獨唱。佢會為我哋送上一首原曲，但係因為嘅機入邊冇呢首歌，佢而家正在同個 DJ 喺度揀緊另外一首嘅原曲，睇下有冇。咁啊，等我去攞啲資料，睇下佢究竟最後決定上邊一首先。咁點解我喺度睇我冇揾到嘅喎？個身體有啲熱啊！我係想運動嗰種熱啊，大家唔好誤會啊！好啦，我哋嘅節目做到呢度咧，好多都係我哋啲國語講，我哋個個都嚟自廣東好多。咁樣我哋想唔想聽聽廣東嘅歌咧？係啊，係我哋自己廣東。下面是由我的同學李奕夫為我們男聲獨唱，他會為我們送上一首原曲，但是因為的機入邊沒有這首歌，他現在正在跟個 DJ 在揀緊另外一首的原曲，看看有沒有。那等我去攞啲資料，看看他究竟最後決定上哪一首先。各位同學，好有成分，希望大家都喜歡。喜歡我今晚是二分之一熱鐵刺，真談我什麼意，比我痴際是人兒最貴天地，同貪同歡永遠相依，緣分情分
手含氣含味，今晚我為你作鋪上詩，而放煙淚更深更細，永不見你。多謝。
Thank you.
me.